怎么？人太多了，我们走吧。别走，我们好好玩玩嘛。我讨厌这种聚会，无聊得很。朗科夫的聚会可不一样，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联谊会的会员还是不是会员。等一等，让我算了吧。你不知道你有多美，今晚我们要玩个痛快。我以为你不喜欢运动员。不，你才不喜欢运动员呢。这么说吧，他具备我最喜欢的两种气质。哪两种？既潇洒又大方。我看不仅仅是这些吧。女士们、先生们、兄弟姐妹们、同学们、球迷们，我现在给你们介绍的是下周将粉碎全美国大学生梦的朗库珀，有请。谢谢，谢谢。好了，于是来讲几句话。谢谢，非常感谢。欢迎，大家欢迎啊！欢迎欢迎。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光顾看录像了，忘了我们全队都在这儿，不光是我。这支球队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支球队。等等等等，下周我们将出征与一支劲敌决一雌雄，大家坐等吧。喝点什么？好，来点白的。帽子挺漂亮，祝福我吧。好吧。这就是所向披靡的英雄朗库珀，这是林恩，林恩，这是朗库珀。嗨，见到你非常高兴，林恩，没有常和我说起你。是吗？没有。你们是多年的朋友是吗？从小时候起，信不信由你。很好。对不起，太吵了，没法说话。跳舞去吧。很好。回见。回见。想跳舞吗？好的。你这就要走吗？明天要做的事太多，这些还不太适应。你是预科生吧？难怪，那真要命。尤其是第一年。第一年最难熬。记得刚来的时候，我连地方都找不着，生怕迷了路。看见自己在那上面，感觉肯定特好。这个嘛，我倒没觉得什么。我的不足多的是，真的，朋友们拿我开心不过如此。我觉得我嗨，听着，如果你需要帮忙或其他什么，尽管告诉我，都会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谢谢，如果需要对你的不足提建议，千万别找我，我可没有主意。有时我也一样，真的。那好，晚安。晚安。你走回家行吗？没事。Well, that certainly is a new low. I guess I've seen everything now.
You sit there making your big cigars and think of deliberately killing an idea that's made millions of people a little bit happier. An idea that's brought thousands of them her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By bus and by freight and jalopies and on foot. So they could pass on to each other their own simple little experiences. 你怎么了？我告诉你怎么了。凌晨两点我还没睡，电视开着，我在吃冰淇淋，我突然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可又什么都做不好。哦，每件事，每件事啊，那真是太早了。是的，今晚我烦透了。好吧，我也拿勺子来，让我们一起烦。我看见你和刀哥说话，对他感兴趣。哪儿的话没拦你， Jeff 的事儿才过去。那好，不提刀哥，那么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怎样？浪呗，他看上去不错。我不是说这个。那你说什么？我是说我想知道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哦，我只跟他说了几分钟，只觉得他不错，他和我想象的不同。是的，他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有同感。不管怎么说，你看人还太嫩，而我却比你老练多了。好像谁都喜欢他。得了吧，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不就是叫了我一声没有吗？我会叫他改过来。不过今晚他通过了一个重大考试。什么考试？给林恩介绍朋友。哦，干嘛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说什么？我是说我花了两个星期盯住一个小伙子，直到他注意我，等一切进展顺利，我又把他介绍给了你，然后就没我的事了。警钟长鸣，我又失去了。你有时说话真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我知道你没有，所以这事儿更觉得不可思议。你什么也不干等着就行。可是我得告诉你，虽然遇见了你，但他仍旧对他的没有一往情深。我看你病得不轻，自己还不知道呢。嗨，嗨，瑞克，你好吗？很好，这儿多美，就像生活在一座小城里。我终于觉得自立了。你参加今晚的预科研讨会吗？怎么，你在嘲笑我？我对那些西装领带有过敏的反应。得了，这很重要，要尽量给大家一个好印象。我这人不修边幅，也没见过大世面，要是太出众了，反而会手足无措，坏了大事。这就是我说的正向思维力。你去吗？当然。那好，我们可别耽误了大事情。你他妈的干什么，库珀？这是练习。别大惊小怪。哎，我来做一次接球传，好吗？你对准那边那个女孩。知道了。怎么回事？把我的头当目标了？对不起，这儿人多，我们真不该在这儿玩。怎么样，昨晚玩得开心吗？好，很开心。你从这儿走？是的。那人是你的男朋友？瑞克？不，只是同学。啊，你的男朋友在这儿上学？你干嘛总以为我有男朋友？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女孩肯定有主的。我刚和一个人吹了，他是外校的，还没解脱出来。真是太早了。是的，不过我一直很忙啊，上预科班还有。是啊，是的，可你也得适当放松一下，别变成了超人。我会记住的。好了，我得走了，要是看见没有，请告诉他我找他，好吗？啊，记住，如果需要帮助什么的，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吗？在哪儿？除了操场还有哪儿？
嗨，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呢？这是我的习惯，你知道我这人不善交际，在社交方面我从来都是不及格的。那我们截然不同，不过你得改一改，瑞克，你也知道只不过是应酬。是的，我正在努力。事实上，那是什么？不过是一点麻醉剂，给，拿着。这合适吗？不，哦，干杯。下去了。作为一个女孩，你真够可以的。看看你的同龄人，或者稍大一点的，他们好像都挺合群，他们好像都有某种归属，而你却不。是的，就像现在，这种归属我高攀不起，我不过是一个俗人，你比我更适合这种场合。我说我能搞到万圣节舞会的门票，听说舞会上有各种优美的音乐，如果我去，你也想去，就是一块玩玩吧，我乐意奉陪。我没想过，不过谢谢你。哦，这是不正当的社交吗？不不，不是那么回事儿，只不过我现在正在努力摆脱一个人的影子，况且还有一大堆事要。别放在心上，没关系，就算我没说过。哎呀，我得走了，你还要待会儿。我再待会儿。祝你开心，再见。晚安。晚安。你吓了我一跳。对不起，我以为你看见我了。没关系。我真是没想到，这是我的老毛病。顺便说一句，你很漂亮。你对每一个吓得半死的女孩都这么说？我说没有，她马上就到我房间来。我刚买了个咖啡机，干嘛不上来坐坐？哦，不，谢谢，我还是早点休息好，刚喝了一口酒，有点累了。得了，还早呢，还记得我说过的超人吗？记得，行吧，就坐几分钟。你随便，我把这个烧上。你这间房真大，我还以为你住联谊会的房子呢。以前是，但我嫌那儿乱，没法学习。住这儿最大的好处是我一个人。你开玩笑吧？我想这是对我的照顾吧，因为我卖了很多门票。哦，你也应该去看看比赛。这么说，
你是从纽约来的？是的。可是你怎么没那儿的口音呢？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改了。你干嘛不坐下？没事儿。美兰，你怎么还不来？你了解他，也许正和谁聊天呢。那么，你怎么对医学感兴趣？我也不知道，这年头好像什么都千篇一律、平淡肤浅，只有医学才是造就人才的一方净土。听起来很傻，是吗？一点不，这正是我打球的原因所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保障，人总要生存，总会生病，对吗？嗯。我父母整日为钱操劳，没完没了。我觉得我有点像斯卡瑞特·奥黑尔，我再也不会挨饿了。谁是斯卡瑞特？咖啡好了吗？老，你干什么？快把灯打开。我认为我们不需要灯光。你在说什么？你不觉得这才够味吗？别跟我演什么戏了。我没演戏，让我走。其实从走进我房间你就想让我这么做。美兰，你来了。美兰妮加尔病了，你知道现在只有你和我，这事儿你知我知。放开我，住手。求求你让我走。你降不了多久刑。别这样对我了，别这样对我。怎么样？哦，林，别烦我，林，我说了别烦我。嗨，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你看上去好像刚从魔窟里出来。的囊，两层之间充满流动着的血液。心房是一层非常薄的膜，专门收集血液，然后把血液注入心室，经过缓慢而有力的收缩。心室几乎在同一时间把血液注入。请注意，1/8的时间。
了。